好，啊、呃，那我们的公听会正式开始。啊、呃，我们在场的黄国昌黄委员，以及各位学者、专家、各位啊、呃、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 还有在场有好几位我们的委员也在现场哦，陈曼丽陈委员、钟孔少钟委员，还有我们的刚呃修腾腾的啦吼、哦，啊邱委员，哈、哦、哈、啊，还有那几位委员啊，好，等一下委员会陆续再来哦。那么今天所举办对司法院院长被提名人许宗利。 及副院长被提名人蔡琼敦蔡琼敦同意权的公听会，是根据本院本会期第四次院会决定办理。司法院大法官借由市县制度，不仅能维护民主宪政秩序，保障人民基本的权利。 也能适时发挥定分指争的功能，像是四字第二六一号解释，促成国会全面改选，确立中央民意代表定期改选的制度；四字第三九二号解释，促使刑事诉讼法在八十六年十二月配合修正。 民定羁押需有法院的许可，保障人民的人身自由等，多在大法官解释之后顺利平息纷争，或是推动相关修法。可见大法官在我国的宪政体制上具有崇高且重要的地位，扮演着宪法守护者。 人权维护者、社会核心价值捍卫者、利益冲突协调者的重要角色。基于民意政治、宪法要求，本院对于国家最高司法机关重要成员的任命，代表人民行使同意权，为求慎重，本院自九十二年起举办行使。 同意权的公听会，希望多聆听社会各界的声音，进行对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的资格审查。因此，立法院必须要实质审查、严格审查，才不负宪法及人民的护托。司法应该是要让人民更容易理解，让。 人民可以亲近，让人民感受到温暖，这才是真正属于人民的司法。相信未来这种各位的专业，结合学术界、实务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力量，一起来推动司法革新，建立让人民信任的司法。最后，再次感谢各位的用心参与，在座。 各位学者专家都具有非常丰富的法政素养，长期关注司法改革事务，相信一定能为本院委员提供宝贵的意见。那么，针对今天的公听会进行的程序，先做以下宣告：第一，发言时程。 上午每位学者专家发表意见时间为十分钟，审查小组委员每位询问时间同为十分钟。下午本院委员发言完毕后，再由学者专家综合答复三十分钟。因此，请各位学者专家发表高见后，也能听取。 本院各党团所推派的委员代表之啊询问发言，最后还要请各位学者专家释教答复，所以请各位学者专家啊尽可能在本院用餐，而留到下午四今天整个议程圆满结束后再离开。第二，发言的顺序先由学者专家发言。 次由审查小组委员发言，最后由学者专家综合答复。相关发言顺序，请参阅陈列于各位桌上的名单。哦，学者专家审查小组委员如不在场，得互相调换次序。另外，在发言时间结束前一分钟，会按一短临发言时间届。 这字时再按一长零，所以我们的程序就按照刚才的程序来进行。那如果啊，道德学者啊是排在后排在前面，那已经被啊练过，我们可以重新调整啊这个顺序啊，所以不要看到啊名字被跳过，然后就离席哦，没有这个可以调换顺序啊。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啊、呃、今天的公听会。首先，我们请啊许、呃、慧峰教授来发言。在座位上，我们有麦克风啊。好，好，谢谢。坐着也可以了啊。好。这个很抱歉。那这个我们的尊敬的这个立法院长、副院长，还有主席台主席，还有委员哦、喔，黄委还有几位呃苏委员，还有。 在座几位，还有各位这个这个女士学者呃、啊、记者哈，还有在在座各位这个我们的民民众哈，这个大家早安早哈。那本人当然还是要代表说很荣幸的能够有这机会哈，来对这次作为这个司法院的这个院长跟副院长人选哈，这个的一些人选适当与否哈，来提出一些意见的哈。那当然做一个这个这两位这个院长副院长人选啊，都是我们算是。 法界前辈哈，那我看了他们的一些这个资料或简历哦，在我想在我想先先简单对这两位人选的一些看法哈。那那许忠利、许大法官，当然他在我们的这个司法界，在公法上哦也是相当有分量哈。不管在学术或者他也曾经担任过这个大法官，我们都清楚哦。那曾经受业于这个汪月生，我们前司法院院长汪汪大这个汪院长的一个门生哈。 那这个学经历这基本是没有问题哈。那当然我看了一下他在这个他的自传里面，其实有提到他对司法改了一一些意见哈。那么当然我会提出我的看法。那当然他也有提到有关于比较社会上比较瞩目的所谓连任跟再任这个问题哈。他在他的这个自传上也针对这个问题又做了一些说明哈，说明就当时的立法意志或者说这个。 所谓限制连任，哈，它是是连续的。那再任是可以有个时间的这个空隙。那到底多长？我看他在他的自传里面有提到，到底是四年、两年或八年这样的间续啊，是才能够不影响到所谓的为了连取、争取连任而做司法解释或去承袭总统的这个意思这样的一个立法规范，哈。那他是认为说，如果连任，当然就是因为会为了继续连任，可能在解释上上的时候。 不会那么尊重，不就是比较不会那么独立性，因为希望连任嘛。那如果再任的话，因为再任一一一年，大概就隔了四年，那就总统任期上来讲，是不是未来四年会怎么样？这变化很难说。所以他是认为说，就在任这个情况之下，应该是他认为是认为是合宪性，他才会接受这样的提名呐。我想他这里面有特别有书面这样说明。那我把我理解的也跟各位做报告哈。那另外副院长人选，我看他的。 这个实务经历是非常丰富哈。那一百零二年到这个最高法院担任法官，那过去也到美国去进修，那也担任过这个法官协会理事长哈，也做两三届哈。所以他对于这个这个实务跟学呃学术的的这个理想性，我想是相相当有。然后也做法官协会理事长。我想这两位人选啊，就我们就就,就至少就我个人来看呢。 我想在学士上，我的人品上，我、哦、跟书记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哈、哦。但是就是说针对，但这里面我想，当然这次的司法院院长、院长,會長人选，他对我们未来的司法改革，等扮演非常重要角色。那我看的这个我们这个徐忠利这个提名人哈、哦，他有对司法改革有有一些看法。那里面大概简单来讲就是，他当然考虑到司法不信任度这么高，但是不是有部分是因为？ 媒体啊，哦，媒体的个案的夸大，还有或者炒作也好，或者说人民在司法的法律常识不足，这点他有提到原因之一。所以我看到意见里面有提到说要设这个法院的所谓公关的部门，我看的有点好奇，说法院的公关的的部门，当然这是他的意见了哈。他意见大概是说增加跟这个人民之间的沟通啊，对一些个案上让人们更加了解哈。那将来他怎么做啊？我想这点是可以值得我们思考哈。 那当然，里面也提到说，这个这个法官，他还是觉得一法官的这个办案的这个品质啊，哈，他还有他的工作量这些问题，他事实上也有提到哈，他也有提到所谓这个法学教育的问题，法学教教育问题。那另外，当然也提到这个律师啊，他说有些他这个是司法这个不被信任，可能是因为律师的滥诉哈造成的。 不过对这点我我倒是有点不同看法，就是说，如果律师滥诉，那法院做出正确判决，那司法不信任度啊，好，理论上，假设判决是正确的，话，至少有一半胜诉的人是满意的。但是八四八人不满意，说我想这个恐怕不是只有胜败来来决定哦、啊，是不是司法过程当中这个这个这个在审讯的过程当中，法官的开庭态度啊，或者他的这些呃判决的结果。 也许仅仅是胜诉，但是跟事实背离哈，跟他昨天次所说，所以我想这个都是必须探讨了。那当然，这个另外副院长他对于司法问题，他倒是点出很多问题哈，并没有提出自己太多看法，太多看法哈。那当然，这个多然还是提到说司法重点就品质跟效率这两个问题。我想这个大方向，大方向是对的，大方向是对的哈。那这个所以基本上来讲，对这两位。 人选我觉得是在学识、人品、实务上，当然许许大王在实务上是比较少，但是在学术理论、在把这份量是绝对是没有问题，所以来领导这个整个改革。那当然里面他有提到，特别是呃这个许宗力提名人，他有提到，是哥里面的所有我们讲人民参与审判这个制度哈，那他有提到说这个陪审跟参审或观审，基本上都是人民参与审判的一个制度之一。 但他的看法是，似乎认为官审制，因为现在可能有试行过，成效不是那么好。但在陪审跟参审制里面呢、啊，呃，到底哪一个，他最终会尊重司改会的司司法改会里面的结论哈、啊？但他似乎是比较倾向于所谓的这个这个人民参审制的哈。主要理由是因为说这个我们的这个是欧陆法系，所以陪审制是英美法系哈。不过这点，我当时提出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就是说。 人民参与审判本身，这个审判制度问题啊，审判制度事实上是这个认识用法、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个案的争议问题，所以其实跟什么法系的法律的规范适用，事实上并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哈。重点是怎么样让人民能够真的呃更加了解司法哈。那我觉得如果避免人民对司法审判的一些误认，哦，因为媒体上的报道或者说。 只是在网络上听片面讯息所做误认，我个人认为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让人民真的能当陪审员坐在那边，当他仔细听的时候，哈，有时候我在上课举一些例子，请同学举手表达说这个道理有罪无罪这样推论这么正确的时候，事实上常常同学意见是两极的，不会有全面一次性的说一定绝对是怎么样哈。所以我想，如果让人民能够一定程度的去坐在法庭，好好的听完一个案子之后。 他就会知道，事实上法官的审判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的哈。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法学教育，那我想也是很好的让让人民去了解司法运作了。审判本质有时候有其复杂性的那当然这里面当然有些细节就不提，但是大方向的部分，法律的规范实还是有一些问题哦。那我只想点出说，也也许对未来这两位人选如果提名通过，呃，必须思考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副院长人选他事实上是。 司法官协会的，所以他们可能对法官的部分了解比较多，那可能对法官的难处、困难处理解比较清楚，但相对当然对法官里面的自律问题，会比较所谓自己人不愿意讲出来这件事情哦。那我这里必须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法官助理制度到底能不能帮法官写判决？法官助理制度能能不能帮法官写判决我必须讲，我问的，但我的一些学生他们当法官助理。 都跟我讲，每一个都说有帮法官写判决的经验判决或裁定。那我说法官看不看？说看法官。但我必须讲，我这样讲的话，我不晓得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学生将来不能当法官助理哈，因为我在那边教书，这是查得到的哈。但我希望不会这样。但是我们真的听过说最高法院有法官助理说出他帮法官写判决，后来没有被续任。但这可能是传，我必须澄清，这可能是传闻。但是我必须要讲，我特别来这里查了法官助理能做什么事情。哦，那个其实有法规的哈。 大部分都是协助啊，协助整理资料、找法规、找资料、整理增件。没有像是帮法官草拟判决书。但有一款就有说，其他法官交办这事项。哦，那我甚至听到同学说，他们已经练到可以只看笔录、卷宗就可以写判决书。这个是严重违反我们诉讼法理，啊，直接审理主义啊！法官助理从来没到法庭去，他能够写判决书。 哦，如果如果说法官最后有有改，那还说他有有有 e 过。我听到有些简单裁定是没有更改的，所以造成现在很多判决的裁判品质、事实认定错误。我想这个在第一线做从事律师工作的可能比较清楚，如果是学者可能还未必知道现在裁判品质问题出在哪里哈、哦，事实认定的问题。所以我想提到，就如果对夫人讲，我希望他对这个法官的自律部分，要不要明文规范，能不能做这个事情？如果能做，界限在哪里？ 这是 potential 问题，社会可能没有注意到的。那许多其他其他网站希望他对所谓人民参与审判，到底是陪审或参审，能好好的去思考，不要囿于说留德、留美或者这样的一个比较主观性的学界的见解啊。真正了解哪个制度对我们建立人民重建司法信赖是最好的制度，我想这点他也说会尊重会议的结论啊。我想这点是值得肯定的。那时间关系，我就第一轮发言先到这里，谢谢。 好，谢谢啊，我们许教授。下一位，我们请啊胡教授主庆花园是，那主席，呃，各位委员，各位先生、女士，大家早。那很高兴呢，再次接受呃亲民党党团的推荐呢，来参加这次的公听会。那所以距离一年多以前我参加上一次公听会啊，那在这段时间。 呃，国内的这个政党的势力啊，有很大的变化啊，沧海桑田啊，呃，值得大家注意。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更觉得说，呃，怎么样建立一个可预的宪政惯例呢，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呃，个人的呃这种进退事小啊，那怎么样的一种呃宪政惯例呢，能够来树立呢，是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事情。 那所以说，从比较宪政的角度来看呢，我会从这个呃法国的情形啊、呃，跟大家分享一些意见。那其实法国呃的也有所谓这个市县机构叫做呃宪法委员会，那它的性质跟一般都认为我们国家大法官会议啊、呃，司法院这。 大法官会议的组成呢，比较接近于大这个宪法委员会，而不像是呃美国那样的一个这个最高法院的呃联邦最高法院这样这样的一个设置。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呃关于说所谓呃大法官呃这个连任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呃法国第五共和宪法也有做相关的规范啊、呃，就是说这个这个宪法委员任期九年啊，这个不得连任。 那所以他这个所谓的不得连任呢，啊，其实他呃就是法文里面的 non r e v a l a b l 了。那所以在这个不得连任里面呢，其实就已经的这个。 阻挡了说啊、呃、这个呃宪法委员那所谓的在任的可能性啊那所以说呃这一点是呃大家在探讨比较宪政制度的时候应该要呃稍微思考一下就是说法国它只有讲说不得连任那、啊、那我们国家的文字是呃这部分届次啊、呃、这个个别计算并不得连任但这个不得连任的这个精神啊是不是呃能够呃这个呃从宪政 呃，宪法的条文的规范或者这个将来呃宪政惯例的角度呢，啊，是不是能够说啊、呃，这个在隔一段时间之后呃继续出任大法官？那我觉得这个还是必须要这个严肃思考的这个问题。尤其啊、呃，像法国的例子呢，就呃，所以他这样的一个这个立宪的这个原意呢，其实可以从以下的角度来思考，呃。 特别是法国这个所谓啊、呃、不得连任里面呢，又有相关的细节的规定呢。就是如果因为宪法委员他因为个人辞职，或是有其他涉及相关的呃因素而没有继续执行职务的时候，事实上说这个这个递补委员的啊、呃、这个情形又是如何呢？其实他这时候他可以啊、呃、再做一任。 就是换言之呢，在法国的宪法委员会里面呢，呃，这个如果有宪法委员呢，他是呃这个接替之前的这个委员，而他的任期不满三年的话，他可以再做一任。这个情形呢，发生在二零一零年，就他少于这个一年呢，就是呃，Clair Bazy，呃 m a l o u h 啊，接替了 Jean Louis。Lou 呃 p r e s o n 啊，这样的一个职务之后呢，那所以说他做到二零一三年以后呢，他现在可以再做呃一任呢，到这个二零二一年，那就是说换言之呢，其实他实际的呃这个任期会呢长达十二年，那所以说这这个更证明了啊，就是说呃在呃这种情况下呢，呃提到所谓的这种呃立宪意志的这个部分啊，就是说到底我们会不会希望呃。 一位大法官在离开这个职务一段时间之后呢，呃，继续来担任大法官呢，其实我觉得说是相对的保留的一种呃情况啊。那所以说呃，像法国，尤其呃，像法国这个呃，在。 一九五八年修宪之后，他宪法委员会的这种定位，其实一般来说就是希望说，呃，一位宪法委员呃担任了这样的一个呃工作九年之后啊，这或者就呃卸下这个职务，或者啊，其实从一九五八年以后也有宪法委员呢，因此得到其他重用的。那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呢，就是后来的这个呃这个担任过法国总理跟总统的庞毕杜，啊，他有担任过这样的一个职务。 所以说，那为什么会是这样情形呢？就是因为说，呃，我们要了解到，就是说，现在其实，呃，对于呃，这个所谓宪政民主的推动呢，啊、呃，其实对于说像法官啊、呃，能应不应该啊、呃、这个掌控啊、呃、这个国家的政治走向，其实呃这个。 平心而论呢，啊、呃，大家的态度都是有保留的。这这一点也反映在，不是不仅在法国，也反映在欧盟。就是说，换言之呢，大家觉得这个大法官啊、呃，或者是这个市县机构，它并不是民选产生的，那是适不适合对于重大的宪政争议啊、呃？就如果他要对重大宪政争议啊、呃、来做成解释，希望他有一个呃比较民主的正当性，而非民主的赤字。 所以说，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氛围情况下，尤其我们要了解一九九七年当时啊、呃，这个修宪氛围是怎么样呢？就当时其实大家很少人想到政党轮替的呃这可能性。所以在当时的话，会不会愿意说啊、呃，这个赋予一个长期担任呃这个大法官的一个机会呢？啊、呃？ 这个我个人也是表示存疑的，就是说，呃，在一九九七年那样的氛围底下，啊、呃，大家觉得其实呃有点像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零年的呃法国宪法委员会，呃，他其实对于说呃所谓呃政府所提出来的呃问题呢，呃，除了一九六二年一次以外，都是采取一次之立场。 那所以说，在在这种情况下呢，呃，会不会希望说，呃，有没有必要，或者或者是，呃，希不希望说，啊、呃，这个大法官啊、呃，这个呃，能够呃做的比较长久的这个时间啊？我觉得在那个当初的立宪者原意底下，应该也也没有这样的一种打算。所以说，当然关于这一点啊，现在国内讨论非常多。那我。 最后呢，我我个人认为说，呃，就是这一次的所谓这个连任的争议呢，有可能啊，就是呃，大家要思考的，就是它的这个后果的问题啊。因为我刚才讲过，就是法国的情形啊，在呃宪法委员会，它其实最多呢是做到十二年啊，可以最多按照它宪法的规定，可以做到十二年。 那而且呢，其实他前一任期必须在做少于三年的情况下呢，才可以说呃，再做满完整的一个任期。那现在我们这司法院长被提名人的例子呢，是他本身已经做完一届完整的任期，就是在这个民国九十二年到呃这个民呃民国九十二年到呃这个民国。 一百年的时候呢，他已经做完了完整的任期。所以说，如果这次这个呃院长被提名人啊、呃、顺利呃这个当选的话呢，我们就要了解他担任这个呃这样的一个重要工作呢，前后长达十六年之久啊。那是不是呃这样的一种宪政惯例是可遇的？而且呃更重要的呢呃。 这个社会上也会比较担心的一点，如果这样变成一个宪政惯例之后呢，将来我们台湾随时还要面临呢，呃，再一次的这种政党轮替。那将来政党轮替之后呢，又会有之前的啊、呃、这个资深的呃这个呃大法官呢，再有说这个连任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啊问题，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样子是好的？ 事情啊，那所以说，呃，关于这一些呢，啊，我我个人，所以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认为说，对于所谓这个连任问题呢，我们还是采取比较这个呃保留的立场呢，呃，就教于各位，谢谢。好，谢谢胡教授的发言。接着我们请尤博祥律师发言。 呃，主席及在座各位先进，大家好啊！我想针针针对今天的呃公听会，当然要处理的问题相当的多啊。不过，我想大家最主要的争议哈，所关心的重点，应该大概都会是呃集中在，也就那我们的院长被提名人许宗立许教授他在任哈是不是违宪的这个争议上面啊。 那我仅就这个争议提供我的以下的见解。我先讲结论哈，我想，呃，我的结论是非常清楚的。正如这个争议也是非常清楚的，结论就是不违宪啊，我认为是不违宪的。军院也没有，呃，大院这边也没有特别针对这个争议哈去申请解释的必要。那以下我来说明我的理由哈。呃，我想，呃，宪法解释在我们以前在学校念学，呃，念宪法的时候，大概都有学过了哈。但老师告诉我们都是说，宪法解释具有高度的模糊性。 或者是多异性啊，没有错啊。一般来讲，宪法解释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啊。但是，我想对于增修条文第五条第二项哈，这个模糊性跟多异性是完全不存在的。这个所谓的模糊性跟多异性，完全不会构成对宪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这个不得连任的解释上的任何的障碍。 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所谓的模糊性或者是多义性，通常是归源于规范所用的文字的简洁跟简短，还有多义。这个在宪法的规范上面是常常有的现象啊。那但是啊，这种简短、简洁啊，为了因应呃各种各式各样非常多的生活现实事实而所出现的这种简洁或者是多义，这个在宪法规范上面通常是出现在呃基本权的条款。 比方说，我们的宪法第十三条讲人民有宗教之自由，他只用四个字：宗教自由。 但是这个宗教自由到里面就可以涵盖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啊、哦，这个是模糊跟多义最典型的一种特征啊、哦。那另外关于宪法机关的权限，也通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因为不管是立法院、总统或者是司法院，它包含了它应该有哪些的职权，这个也很难在一个简短的条文里面加以概括，所以通常我们会在呃宪法规范的文字上面写的非常的简洁。 而在呃实际适用的时候，再透过解释活动去厘清它在一个具体案件里面所应该有的具体含义。然而，从第五条第二项来讲的话，这样的一个呃模糊跟简洁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看第五条第二项它的文字，其实非常的清楚，它是一个非常技术的规范啊。它所要规范的其实只是大法官的产生以及大法官的任期如何的交错，乃至于大法官不得连任。 啊、哦，这个是最主要的争议所在啊、哦。它其实是一个技术性的规范，所以我们从那个文艺解释上面来看的话，其实非常清楚，这个文法条的文字相当的明确啊、哦。那所谓的不得连任的连任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从文艺解释上面来讲，很清楚的就是任满，然后续任自己所遗留的空缺由自己来填补啊、哦。这个是我们对于任连任所所理解的。 好，通常文艺里面所理解到的连任的意义就是这个意义，自己留下来的空缺由自己接续的填补，这个叫做连任，也就是任满续任。但是再任在文艺上面就完全不同，在任的文艺上面是任满，自己不连不续任，不自己填补这个自己所遗留的空缺，而是在另外一个任期里面接替他人所留下来的空缺。 再被任命去接替他人所留下的空缺，这个叫再任。所以在文艺解释上面，连任跟再任有非常清楚的分野，是完全不同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文艺因素的这个操作上面，我们可以得到明确的结论：说连任跟再任是不同的。那如果文艺解释是这么的清楚、这么的明白，那么任何一个学过法律解释基本操作方法的人都会知道，这个就是解释的终点。 啊，文艺解释既是解释的起点，通常也是解释的终点。啊，这个地方没有多义，啊，没有多义性，没有模糊性。所以，除非，啊，除非我们从其他的解释因素的操作，比方说规范因素、体系因素等等这些解释的因素的操作，可以得到非常强而有力的的理由，啊，认为说这个文艺解释的结论是有所不足的。否则，解释的终点就是在文艺上面。也就是说，啊，连任跟再任是不同。 那那我接下来我就来讲，呃，认为啊、哦，认为呃，许许中立被提名人，呃，在任是违宪的最主要的因的理由，在我看起来，通常都是从目的因素这边来出发的。那从目的解释来讲的话，呃，我们就要去探究规范目的到底是什么。第五条，征修条文第五条第二项所讲的这个呃，不得连任，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啊，他、哦、的意思就是要确保他的规范目的就是要确保大法官的中立性。 希望大法官能够在在任的时候，我、哦、特别强调是他在任的时候能够不偏不倚，不需要去谄媚讨好，呃，以求他能够在任满之后续任，呃，现在的不需要去谄媚讨好现任的政权，以求他在任满之后能够续任，这个是他规范设计最基本的理由，好、哦，就是目的因素。我们先探讨这一点，好、哦，那我们来看看，哈、哦，在这个目的因素底下，好、哦，有什么情况可能是实质连任的，好、哦。 第一种巧门，这个是在许北提名人他的呃自传里面有特别讲到的哈，就是任满之前先辞职，然后等到现任总统提提名为呃他所遗空缺的下一任期的大法官，好、哦，那这个情况底下，我们还是可以透过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文艺解释上面所要去处理的，也就是说自己留下的空缺自己填补的这个概念去处理啊、哦，那这个是实质连任。 另外一种是任满之后卸任，啊、哦，任满之后卸任，但是等个没两天之后呢，现任总统旋即提名他来填补自己所留下的空缺，但是这个也都还是在自己填补自己所遗留的空缺的这个概念底下去操作，也就是说是人在文艺解释所能够。 涵盖的射程里面，好，所以呃，你要从目的因素的操作的结果去讲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再任，啊，他是在任，我想这个是讲不过去，这跟我们刚才所讲的再任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啊。我刚才有讲了，在任事实上讲的就是任满卸任，所遗空缺由他人来填补，之后经过呃提名接替他人所遗的空缺，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从规范目的的角度来讲，其实完全没有，啊，完全没有，呃。 这条条文所要防免的风险，怎么说呢？最主要理由是因为我们的宪法所设计的大法官的任期是总统任期的一倍，大法官是八年，总统是四年，所以如果呃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除非有特殊的情况，比方说呃现任大法官辞职，或者是因他故去职，比方说像弹劾或者是死亡，否则卸任的大法官哈刚刚卸任，然后又能够在呃。 当时的总统任内哈去填补哈他人所遗留下的空缺的，这情况其实是很罕见的啊，其实很罕见。正常的情况啊，我们讲的正常的在任的情况，就如同这次许被提名人的情况，就是不同的提总统提名卸任者在任填补他人所遗留下的空缺，这个是正常的状况。那从目的因素来看的话，这种正常的状况，这个其实就不会有规范目的索要方面的这种风险，这是很明显的，因为。 他在任他在任的时候，这个在被提名者啊、呃，在他的位置上面的时候的那个总统，跟后来提名他的那个总统，在任的那个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总统，好、哦，所以他不会有在任的在在职的时候，啊、哦，去讨好现任总统，以求延续他的大法官任期的这种动机存在。那我们讲到刚才所讲的那种罕见的例外情况呢？那种罕见的例外情况，事实上，呃，这位大法官他在自己的位置上面。 也无从预见，谁能够预见？呃，他的同僚或者是日后接替他位置的人，做到一半然后就会去职，哦，突然去职，这个也是无从预见的。既然是无从的预见这种风险，那么我想，啊、哦，我想他在位置上面的时候，就不可能为了这种无从预见的情况，特别的去讨好，呃，现任的总统，好、哦，所以我想，呃，从目规范目的解释上面来看的话，哈、哦，呃。 这种在任事实上也没有第五条第二项所要防免这种风险存在，也不是第五条第二项这个不得连任这四个字所要去禁止的情况，所以呃，我想从文艺解释或者是目的解释这两个因素操作的结果结论都是很明显的，就是不违宪啊，就是不违宪。因此，我想呃，军大院这边应该是没有这个必要特别在针对这个争议去申请解释，特别是司法改革的。 需求，人民对于司法改革的殷判啊，我想大院应该是很清楚的。如果说今天为了要处理这个争议，再去申请解释，让院长的任期啊、院、呃、院长的就任以及院长任命的审查延宕下来，对于整个司法改革的进程不好，我想这个对于全民的期待来说是有所欠缺的啊，也不符合大家的期待啊。我的发言到这边，谢谢。好，谢谢啊，游、呃、律师。 现在我们借着由啊张教授文增发言。 谢谢主席，以及在座各位先进，大家早。那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参与立法院这个关于呃司法院大法官并兼正副院长被提名人的这个公听会。那我以下也就几点这个重要的争议来说明我的看法。那第一个呃，也是到目前为止我想大家讨论非常多的，那就是有关于这个呃被提名人许宗立大法官并兼司法院院长，呃是是是否有？ 这个呃，征修条文第五条第二项，那有关于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不分届次，个别计算，并不得连任的问题。 那我想就这个问题，其实到目前为止，呃，宪法学界相关的讨论应该已经非常清楚。在呃宪法解释上，最重要的解释当然是文艺的解释。而关于所谓不得连任的这个文字，事实上并不是只有在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有关于司法院大法官的任期才有这样的规定。世界各国有许多宪法机关，不管是总统也好，法官也好，那很多都会有这种不得连任的规定。 那这样的实践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不得连续担任。那如果他的任期是只有一届四年，就是四年；如果是可以连任一次，那四年加四年就是八年。那再来，任期结束之后，有关于这个再任的问题，我想世界各国的宪法跟他的宪政实践都不会认为这样的情况是明白、直接、明显的抵触宪法不得连任的规定。那而有关于再任的宪政实践。 那一定是透过呃一个地方的宪政的惯例、宪政的文化去实践，以及考虑它是不是有相关的宪政的需要。那我想，如果我们今天对这个连任的文艺解释做了包括连在任都不可以的文艺解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限缩，也是跟其他国家的宪法实践这个呃相抵触的一个呃解释的方法。那 这是第一点我要呃表达的。那我想这也是非常清楚的。那不过回过头来，那呃除了这样一个文艺解释的方法之外，那从目的的角角度来看，是不是有禁止这个、呃、一个已经卸下原来司法院大法官？ 呃，并兼院长或并兼副院长，或者单纯司法院大法官的大法官，那呃之后的在任，那以及如果要在任的话，要间隔多久才适当的这个问题，那到了这个部分的问题，我想第一个很清楚的是，他呃其实不是一个前面有明白抵触宪法。 的问题不是，所以这里我们要讨论的就不是是不是违宪的问题，那而是这样的做法是不是适当的问题，是一个和目的性的取向的问题。那在这里，我的第二点意见，呃，就要提到司法院大法官并兼院长跟副院长的这个制度的目的到底在哪里？那我想各位，呃，尤其是大院很清楚，那这个呃中华民国宪法从制定之后，原来的希望是希望司法院。 是一个最高司法终审的机关，而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司法行政监督机关。那可惜这样子的一个立宪的意志，不管是在大陆时期，那甚至是起草宪法的张俊迈先生，那所希望的中华民国的司法院，就是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样，那从来没有实践过，一直到这个呃民主转型两千年之后也都没有实践。所以我们的最高司法机关其实只是一个司法行政机关。 那当中行使司法权的，其实只有这个司法院大法官，而真正中华民国整个司法权的行使，都是在最高法院以降。那这样子的一个最高司法机关只行使司法行政权，而没有行使司法审判权的这个呃违反宪法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宪政实践，早在司法院大法官所做的司法院解释第五百三十号就已经指出，而且希望能够改善，那可是一直没有能够改善。 那这其中唯一的一个折中妥协的方法，就是在这个一九九七年第四次修宪的时候，那将司法院大法官这个行使司法权的这个呃法官，那让他其中有两位并兼司法院院长跟副院长，所以使得这个呃司法院大法官这样一个行使司法权职能的这个机关，可以掌有司法审判权，那某种程度去缓解。 这个我国到目前为止，呃，司法院还是一个只是掌理司法行政权，而没有真正能够掌有司法审判权的这样的一个违宪的问题。那回过头来，好，所以司法院大法官去掌理司法院院长的职务的时候，就会牵涉到这个目的上，他既需要有解释宪法的这样的一个学养跟能力，同时他又要有能够真正这个呃带领司法。 行政实务这个呃改革跟落实这个这么庞杂的一个司法审判实务的各项工作的能力，那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事实上在整个司法界，尤其不管是在当初制宪者或修宪者的考量上，这样的人选其实是非常难找寻的。 那大家也都知道，过去长期我们从第一届司法院大法官开始，那跨历了威权时代到民主时代，其实几乎每一届的大法官，大概都是呃学者一半，实务界一半这样子的一个通例。事实上，不只是呃台湾的学者非常的了解，外国的学者也非常了解。那也认为这是我国司法权、司法院大法官的行使一个很好的实践，因为可以折中这个实务跟理论。 那当我们要司法院大法官来兼任司法行政工作的时候，那这里同样也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找到一个能够熟稔这个呃司法行政实务工作，同时又能够兼顾他所做的解释，是一个可能是学理上最复杂、最困难，那最需要相当的学养这样的人士。 那这也是为什么过去长期以来，我们的司法院大法官都要有一半的学者，那他可能有好的学养，可是他确实可能不够了解实物。那这时候有一半的法官他是手忍实物的，那可是他可能就是基础的法官出身，这样子的搭配。那所以在要从这些大法官身上来找到司法院院长跟副院长的人选，基本上并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尤其这样的一个司法院。 这个他又要能当大法官，又要能担任司法院院长跟副院长，也因此，我也提醒大家，在我们两千零三年的这个修宪实践之前，我们们有没有过这个呃曾经担任司法院大法官，然后在当时的宪法并不禁止所谓的在任，而我们最后从这样子的大法官的人选身上，找到司法院院长的人选，有的，就是我们已经卸任的赖浩明院，呃，这个赖英照院长。 赖英照院长，赖英照院长在两千零三年的这个相关规定还没有实施之前，他曾经担任过司法院大法官。那中间因为担任其他的职务而离开。那后来在两千零三年的新制实施之后，那他就回来担任这个并肩司法院院长的司法院大法官。那这个宪政实力只是让我们看到，事实上要能够找到这个曾经有司法实务工作的学者。 那他能够去同时做宪法解释，又能够同时从事司法审判实务，并不容易。同样的，曾经要能够找到曾经从事司法实务工作，但是同时又要有那样子的一个宪法的学养、高见跟远见，能够做好的这个司法院大法官的宪法解释，也不容易。那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这个呃，在征修条文的这个解释、连任跟再任这个思考上。 那从目的功能取向的角度来讲，也许有很多人会说，啊、呃，也许这个在任的情况并不在限制之列，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选可以找？那你一定要去呃找这样子一个曾经担任过司法院大法官的人选。那呃，我想非常清楚的，好、哦、是为了我们台湾的呃长期的这个宪法解释跟司法行政实务的好的实践。那从中华民国宪法实施到现在。 这个，连第一届司法院院长王宠惠，哦，他是华人第一位在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拿到法学博士，那他也是从这个呃学术的角度来担任第一届的司法院院长，那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个司法行政要兼顾这个呃理论跟实务的工作，不是很容易。 那也因此，在这样一个目的的取向的这个理解之下，我认为，尤其是在司法院院长跟副院长的这个职务身上，那这个呃，先不要讲刚刚说的在任，其实就不在不得连任的限制之列。那第二点是，对于并兼司法院院长跟副院长职务的司法院大法官的提名任命，那大院必须要考虑到。 这个呃，这些提名呃人选被提名人选，他的各方面的学养，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破其实并不大，尤其他要承担整个司法的实务跟理论的基础。那容我给我一分钟，我补充一下，是不是大院应该要申请释宪？那这个当然申请释宪与否是大院的权限，可是我想大院可能并没有理解到过去这十年来的宪法解释实务。 我们的司法院大法官在好几个不受理宪法解释的案件上已经说过，那如果立法院他在申请解释之权，根据他的职权，他是必须要自己要先认定是不是可以先修法或先修宪，或者是自己要先做成职权的决定之后，那他才能够以此争议来申请大法官解释。那也因此，在立法权在大院修宪未果或修法未果。 这个或者是没有进行职权的行使之前，那过去司法院大法官这个呃，包括呃两千零五年第七次修宪的争议，包括好几次修法的争议，大法官都是直接以不受理的决议退回。那所以我想，大院即使要申请宪法解释，按照过去十年来我国司法院大法官不分党派提名的大法官所发展出来的宪法解释的实践。 那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宪法解释的申请，我想应该是徒然无功，因为毕竟呃大院也是必须要遵守宪法的机关，那大院必须要行使宪法给予大院的职权，来做出在这个宪法底下最好的判断。那行使职权之后，最终的宪法解释当然是在司法院大法官的权限之上。那可是大院在没有行使职权、没有做成判断之前。 就把我们的司法当做好像是这个在台大教书的老师可以打电话去问一下的话，那我想这并不是适当的一个宪法机关职权行使的方法。谢谢。好，谢谢张教授。那么下一位我们请廖教授一明啊、呃、发言啊、呃，我们请林教授玉雄准备，请。 坐着就好，坐着。谢谢 <是是 S 1> 大家，大家主席，在座各位委员以及在座各位先进，大家早安。呃，嗯、今天很荣幸个人能够，呃，受大院的邀请到，到这边来。呃，就我个人对于大法官的提名的这些人选跟相关的策政策呢，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啊。那么就我个人所阅读到了跟跟参考到的每一位现在的这个。 呃、总统所提名的每一位大法官的提名人选呢，他们的这个每一位人选都非常的值得尊敬，他们每一每一位都学养十分的丰富，才德十分的出众，在各自的工作表现上呢，也都也都成就非凡，所以我个人呢，表达高度的尊敬的这个意思。那尤其呢，每一位大法官的提名人呢、啊，他们都有相同的或类似的求学背景，更有紧密的工作跟人际关系。 相信他们呢，未来在大法官会议的这个解释工作上面呢，也可能会有类似的价值取向跟法律判断，而在未来大法官解释当中啊，因此形成一个相稳定的相对多数。那么在大法官会议解释里面有稳定的相对多数呢，也可以使得大法官会议解释的价值取向与当今行政跟立法的多数党的政治偏偏好相辅相成，使得权力分立这个对于执政。 执政党多数所可能造成的制衡效果呢降到最低，而由于目前呢执政党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啊是司法改革，并且呃我们蔡总统又兼任执政党党主席，曾经公开宣誓过说将由总统来亲自领导司法改革，所以所以我而我国的大法官呢又由总统来负责提名，所以总统所提名的大法官与总统所要亲自推动的司法改革之间的关系，便成为我个人最。 最重视这个问题。那么，我个人对于这个大法官的提名人選提名人选与司法改革的这的关系呢，我个人要要提出几个我自己的意见。那我的意见呢，大概可以分三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是司法改革的诸多面向；第二个面向是大法官的应有的功能；第三个面向是在大法官应有功能之下，应该怎么样来来坚守。 某些我们法律人，或者是其他的一般社会大众所应有的法治观念。那么，这第四个是我个人对大法官的期待。首先，在司法改革的面向上面，我想无论各政党，无论无论来自各个领域的这个法律人或非法律人呢，对司法改革的面向，我个人的归纳都大概有三点。第一点是司法行政效率的提升；第二点是司法裁判品质的提升；第三点是整个社会的法治素养的提升。 那么，司法实践效率跟司法裁判品质跟社会法治素养的提升它的，它的它的内涵跟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个我想，我个人在在这个地方就不需要多述，不需要赘述。那么，司法改革的这个这个三大面向呢，相对应于大法官的角色跟功能呢，我个人也也提也归纳出大法官在这方面在司法改革的相关面向上面也有三大功能。第一大功能是。 使得有碍于司法行政的各种法规，能够在未来相关的司法解释上面、宪法解释上面被动的啊，透过司法解释呢予以失效。第二个是使民众所反感的、产生不好的社会观感的司法裁判，也因为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解释呢被动的予以让它失效。第三个是舆论错误的法治观念。 也能够透过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解释的解释文以及相关的协同理由书或者是部分理由书的这个的的的陈述呢，能够能够得到得到这个矫正啊。那么，我个人认为，就大法官的功能来说，大法官会议解释文以及大公会议解释相关的意见书呢，对于所谓的行政效率的提升。 司法裁判的提升，以及错误的法治观念的矫正呢，有最大的这个呃呃功能。而所谓错误的法治观念，又可能成为我们未来司法改革究竟能不能成功的一个主要关键。那么我我接下来对对于什么叫做错误的法治观念呢，提出我个人的看法。那么依依我归纳现现行的呃，从社会的舆论跟我们同我们在教学场域当中所遇到的的的,的经验呢，我们认为我个人认为。 错误的法治观念大概分为三点：第一点是行政首长的偏好代表了正确的价值，也就是官大、学问大；第二点，政治多数的偏好代表了正当，也就是只要透过立法单位、行政单位的多数所做的选择，就在法律上呢被认为是正当的；第三个是舆论里面的强势意见就代表是正义的表现，比方说舆论当中。 乡民、网民，或者是上街头抗议的这个这个民众，他们的所谓强势意见呢，就代表这个社会多数所认认可的正义的观念。我个人认为呢，上述三点呢，可以代表一种错三种错误的法治观念。那么，因为上面这这三种错误的法治观念，所以我个人最后提出对大法官的期待啊。第一个期待是我期望。 我个人十分尊敬的这些大法这几位大法官的提名人，尤其是可能接任司法院院长跟副院长的的的,的提名人呢，能够避免政治上的恩惠引领他们的价值判断，坚持宪法精神高于长官的偏好。即使长官的偏好在选举当中已经被证明为是多数，甚至成为了国家元首，但是呢，宪法的精神都应该高于长官的偏好。第二个，避免多数的偏好假冒宪政精神。 坚持宪政程序正义高于多高于多数政治啊，也就是政治的多多数上的选择跟政治的多数的这意见呢，不应该各不应该在各种决策的场域场域当中啊，违反了程序正义而而变成是一个被被接受了一个一个正当的法规。第三个是避免舆论的压力抑制了个人的良知，坚守司法独立高于社会观感，也就是说呢。 尽量不要不要有那种大法官，也许看了网络，看了新闻，看看之后，发现了舆论的强势压力、舆论的强势观感、舆论的所舆论所表现出来的所谓的社会观感或所谓的人民的意见，应该取代自己的个人良知或个人的法学素养呢？然后，然后在大法官的解释上面、解释文字上面做这个取向于所谓的社会观感的意见。 那么，以上是我个人对我我所十分尊敬的五位大法官提名人的的个人喜好，谢谢。谢谢啊，我们廖教授，现在请林教授玉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那针对今天的议题，那我提出四个问题，然后并且有书面资料。 那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于这个被提名人的在任是不是违宪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立法院是不是应该要申请市县来，啊，先市县再审查的问题。那第三个问题是有关于这被提名人实质的释改主张，就是哈，第五他提出来的第四点，哈，这个终审法院的改革，啊，跟第五点，哈，司法院回归审判机关的这个定位。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那我就是则要来跟各位报告说明一下。 首先，先来谈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有这个哈，这个所谓违宪的问题哦？再任是不是违宪的问题哦？我基本上的啊、呃，我们要从这个文艺开始看的话，其实宪法真修条文给我们的指示非常的少，它客观呈现的意志哈，我想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它写的法条写的就是连任不及再任，第二个非常重要了，但书里面他写说，但并为。 院长、副院长是大法官，不受任期之保障，也就是说，他把一般大法官跟正副院长这个问题上，他是区分开来的。那为什么要区分开来呢？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因为这个是显然是涉及到就审判独立跟所谓司法行政，这是两种不同的角色。而我国的司法院院长最大的特色就在于说，他是把这两种角色是双重角色是混在一起的。那就这个双重角色来讲。 他就这个大法官这个角色，他当然比较侧重他的独立性保障，所以一般大法官是受任其这个保障，而且这个一般大法官行使职权的时候，没有所谓的民主可问责性的问题，也没有所谓的民意监督的问题。但是倒过来讲，当司法院长做一个司法行政首长的时候，他是要负所属的司法行政跟司法政策的成败的责任，那他在这个范围之内，也应该受到民意的监督，并且受到民主原则的拘束。换言之， 司法院,院长本身是有所谓的民主可问责性的问题，那因此我国这个修宪者他在修呃这个修宪的时候，他去区分两种任期，一般大法官他是有啊、呃、这个任期的保障，但是并为大副、呃、大法官是正副院长，是完完全全不受任何政治这、呃、任期的保障。好，那这个可以导出来什么呢？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连任跟再任的问题啊，就是说。 呃，其法条上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因为文艺上我们法条上就是只有写这个禁止连任，没有写禁止再任。那事实上，你参到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那它也是区别两种情形。那并且它要禁止的时候，是把两种禁止都禁止在列。那换言之，在文艺表达上，这两种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为什么觉得说？ 其实啊，我我会觉得说连任跟再任，我一直感觉这个是一个话题，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你知道，我们不是只有这个法里面有提到连任的问题。我们这呃，正副总统怎么选的？我们地所有的地方首长怎么选的？假使我们今天为了这个个案，把不得连任包含禁止再任在，就是连任的文艺，就是包含再任。那我请教一下，那以后我们的地方首长跟我们的总统是不是全部都是用相同的文艺解释？那我举个白话版，那如果说。 未来四年或八年之后，那如果禁止哎连任连任一次，这个连任也包含在任的话，那是不是说，譬如说以后当过总统的，不管是马英九或陈水他们出来选也不可以？ 那在地方首长的时候，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当我们把连任的文艺包含在任的时候，那变成说中间即使是隔了别人，但我来选下一届都不行，这个我是觉得会天下大乱，然后就是文艺解释上，事实上向来没有那个空间说把连任一定要包含这个在任在内。那当然，呃，很多人是从历史解释的角度来看，那历史解释当然包含这个。 洪启蒙教授这个也提出说明说，认为这个是只禁止连任不禁止再任，这个是修宪者有意的选择。那当然我必须承认，因为这个事实上关于这个修宪代表有不同的说法，所以我觉得比较客观的说法是说，可能啊这个在主观解释、历史解释上面是比较没有定论。那所以很多人就是比较从目的解释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从目的解释来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它问题在哪边？现在大概主张说禁止连任，包含禁止再任的。 最主要都是主要是针对说会讨好啊，会影响审判独立这一个角度来看。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会讨好会呃，我们在考虑任期的要不要连任再任的时候，我们是有多种目的在考量，包含大法官的传承，然后影呃影响审判独立的风险。 然后，然后在刚才所提到，再任司法经营的需求、新陈代谢的推动，那目的跟目的之间是冲突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一厢情愿说，所以我只标记某一个目的。那这个其实呢，就是比较，不管是韩国或这个呃德国这种任期，然后跟我国这个任期的话，我们可以得在大法官的部分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那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审查这个对象是院长、正副院长。 其实，在正副院长的时候，因为他有司法行政的角色，如果说审判独立的考量啊，就是说禁止再任，也禁止再任，这个是完全出于审判的独立的考量。而这个，而且这个考量是这么无限上纲的话，那我们宪法征修条文里面那个正副院长没有任期保障，那个根本就违宪，那个、啊、根本就定错了，根本就自相矛盾嘛。就说那那你怎么去解释、啊、那这个现象？就表示说。 修宪者他是在考量不同的这种目的跟价值，他做出一个选择嘛。大法官应该怎么做，任期应该怎么做，然后正副院长怎么做。所以我个人的结论是这样子啦。我是觉得说，那最后有个谈说，那有没有类推适用的空间？我想是没有类推适用的空间。因、欸、为类推适用要有所谓类似性，要存在法律漏洞，那这两个其实都完全不存在了哈。 那所以我的结论是说，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从呃现现行法里面得出来说，大法官是不但不能连任，也不得再任的解释论的结果了。而且事实上，立法论上到底是不是禁止再任比较好，我觉得这比较见仁见智了哈。那二来，纵使一般大法官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我们没有办法倒过来把这种情况用在并为正副院长，而且完全没有任何任其保障的。 大法官的身上，就今天的被审查人的情况，那这是我关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简单讲结论一下啊，就是说，那立法院哈是不是啊应该申请释宪，也就是关于就先释宪再审查的主张哦？这个除了刚才张文珍教授所提的关键的重点，我国释宪实物得先看一下到底他的状况是什么之外，否则徒劳无功嘛。你最后又申请，然后最后又是被不受理，那徒啊只是那个啊延长这个纠纷而已。 那我另外提了一份书面资料，从我国现行法跟比较法这个角度来看，哈，现在如果大院要申请大法官解释，只有一个途径，就是一议事件。呐，啊，就叫一议事件。一议事件。那移易事宪呢，讲白话版事实上就是一种把大法官当作法律顾问，哈。 的一种啊，释宪方法，那事实上在比较法上已经备受质疑了。那我国现在实务上早就已经被限缩了。好，我要讲的这另外一个重点是，好，就算是释宪出来，那结果会怎么样？我们一般法律事宪的时候，法律会宣告失效啊。那你释宪一意释宪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既然现在就算大法官做出来解释说，他认为，不，譬如说和宪，好。 那呃，可是立法委员呢，他并对立法委员本身并没有拘束效力啊，所以立法委员行使职权的时候，他还是觉得说，我就是认为是违宪，所以我不同意。那能够怎么样？不能够怎么样？本来就是立法委员，好、哦，跟这个大院在依法那个行使那个职权。换言之啊，就是说他，因为他没有办法像一般的规范到哈这个是不是违宪的这种事情一样产生这种效力，所以他也不可能有这个啊拘束啊、哦、这个立法委员在行使职权的这种作用。 那最后呢，还是没有办法达到这定分指针的效果嘛？因为我们为什么要事线就是为了要定分指针。那事实上倒过来的情况，那大法官就算是认为是违宪，那各位如果明天党团的人认为说这个大法官呃说的不对，要依照自己的良心跟确信去行事，说实在也不能怎样啊，本来就是预计这样子，因为立法院也是我们的宪政机关。那第三个问题，我其实是。 写的说，结论上认为说，我我认为这个其实比较不是问题啦，反而是说，我认为在应该进入说被提名他实质上那些释改主张哦，他来谈说这个是不是适任的问题啦。那基本上他提呃在这个书面资料里面，他也提了五大点哈、哦。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只呼应一点了，就是我认为说，呃比较重要一点是有关于推动终审法院包含这个常态性的开庭跟设立大法庭作为统一解释啊，这个这个机制，我。 个人对这点是尽表赞同的、啊、那关于常态性开庭，尤其是变常的必要，像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全部的加起来，包含最高刑，编制跟我国差不多。那但是他一年合计开几百个庭，那我们台湾不到十分之一啊。那我们现在呢，基本上不开庭之后才是常态。 那我认为说，呃，被提名人他把这个标记为他重要的推动的这个是啊，司改这个主张，我我我是这一点是比较深表肯定。那关于统一见解的部分也是一样，因为统一见解呢，不管是贪污治罪条例的这种职务上的行为啦，还是食安法的贪位假冒罪啦，我们都是两种不同的见解，甚至相反的见解并存。 那这个也是司法公信力不彰的理由。那我认为说，从司从司法政策的成败，那这个哈可问责性的观点，然后来然后来回过头来看这个实质的司改主张。那我个人对于说这呃这个哦呃呃许忠力教授所提的这个司改主张的第四点是深表赞同，而且我认为说大院也应该啊发际发动一些资源去促成台湾这样的未来司改主张哦、呃，才能够增加我们的公信力。谢谢。 好，谢谢林教授之发言。那么林教授有书面资料，我们把它列入记录。接着，我们请叶律师庆元发言。是，呃，主席各位，咳咳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学者专家，然后在场的各位贵宾，大家早安。那也同样啊，非常荣幸今天早上有机会到立法院来参与这个。 司法院大法官还有正副院长提名同意权的这个公听会，好，我想呃针对这一次的提名哈、哦，我有几个比较简单小的意见呢、哦，来给大家参考。好，那首先呢，呃，在我们可以，我们如果对比啊、哦，这一次啊、哦，这个被提名的大法官跟刚即将卸任大法官呢、哦，呃，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几件事情啊、哦，就是说，呃 <coughs>，我们这一次提名的学者其实有四位哈。哦 然后呢，德国的留德有两位，然后留日的有一位，有留美的有一位哈。那么这样呢，其实提名的方式，我觉得其实是妥当的哈。那么呃，但是呢，在我们提名司法官的部分呢，呃，大家可以发现，我们这次提了两位法官，但是没有提到没有提名检察官。好，那相对于现在目前留任的大法官里面，其实是有一位检察官的。所以当我们在提名司法界的时候啊，或许哦。 这个当初蔡总统在提名的时候，其实应该可以考虑说，在检察官的部分也应该要予以注意。那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我们我觉得是这一次提名里面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女性的比例过低。好，我们这次提名了七位被提名人当中，只有一位是女性。那么相对于此呢，目前留任的八位大法官里面有三位是女性。好，那当然我们现在的总统本身是女性。 可是女性的总统似乎更应该要有性别平权的意识。好，那么在第一中华台中华民国第一位女总统第一次交出来的大法官提名的名单里面，只有一位是女性，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好，那么呃，我们进一步再看哈，就是针对呃，好，针对这个大法官被提名人呢，尤其是许宗力老师他提出来的这个。 他的想法啊，我觉得对他的司法改革的想法，我我其实比较好奇啦。因为徐老师他其实提到说，让人民，他其实提到说，我们要厘清司法公信力不彰的原因。那他其实觉得说，要建立人民对司法的信赖。可是其实仔细的去看，呃，徐老师的里面讨论的事项哦，其实也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检讨人民对于司法的错误认知啦，哈。 那那坦白说，这的确是个问题哈。那但是，呃，司法院本身如何去做到这件事，我觉得是困难的哈。那是相对来讲，身为司法院的院长，可能我觉得如果徐老师当初能够在司法院本身能做什么，好，如何在改善法官的素质，如何在加强法官的训练这些地方去做一些补充跟加强，我我觉得可能对徐老师这一次的提名会更加的妥当，好。 那么，另外，其实我我也很乐意的，很乐见哦，徐宗玉老师针对参审制啊、哦，这个呃参参与审判的事情啊、哦，做了一些回应。好，之前呢，这个台我们目前司法院在推动的参审制之前，很多人认为说不是很理想的方法，然后也有很多人在推陪审啊、哦。那么徐徐宗玉老师针对这边有回应啊、哦。那么其实我想，其实徐宗玉老师这边一方面提到说，让人民参与审判是一个重要的审的方向。 然后参审制也是没有违宪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要予以肯定的。那么只是说，我也要提醒啊，未来如果真的要朝向陪审制度去进行的话，好，可能要有更详细的评估跟分析。那个人在美国职业有一年多的时间啊，之前也参与过一些些呃诉讼的案件。那么实际上，美国的陪审制度在推行到最后，已经跟我们在媒体上面看到的。 这个言辞辩论啊，双方这个透过激烈的攻防去保护当事人的权利的这个状况有很大的差别啊。然后实际上，陪审制度已经沦为有钱人好的工具，然后也只有极少数的诉讼当事人能够享受到这样的陪审制度。 好，他也许看起来对程序正义很有保障，但实际上实践到最后，恐怕已经不是这样的情形。所以这个部分恐怕，呃，我我觉得未来司法院如果真的要朝这个方向走，还应该要有更缜密的思考跟规划，好，还有研判啊、哦。那另外在许宗立大法官他提到说，终审法院要设大法庭哦，重建统一法律见解的机制哦。那这边其实会跟。 呃，大法官本身有统一解释的权利。这个地方两点是可能有点重叠的。那我个人是比较，呃，我觉得其实其实如果政办应该是回到上一次司法改革会议的结论，也就是我们要打造的是金字塔的一个这个坚实的一审，然后呢，一审是事实审，二审是法律审，三审是。 重大法律审的这样的一个金字塔结构才能够解决问题哦、喔。那如果不去从这个地方解决，让二审继续维持事实审兼法律审，所有的事情在二审跟三审之间不断的反复上诉发回跟审，再度上诉的话呢，那这样的话其实法律见解要统一，其实本身上是有困难的。 好，那只有打造坚实的一审，让一审是事实审，二审是法律审，三审只做重大法律审。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自然的就可以削减最高法院大最高法院法官的员额，让现在一个最高法院的刑事庭可以有呃十四庭吧，好，民事庭有七庭这样的状况，到底十四庭里面哪一庭才是最高法院哦？那到底哪一个庭的见解才能才才说了算哦？这个问题才能够解决，应该。 我觉得理想的状况应该是最高法院只有一个庭啊，不分民刑庭。好，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们是不是？我其实比较期盼看到许东丽老师的看法是，最高法院走向民事庭一个庭、刑事庭一个庭，最高行政法院也能够不要分庭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司法改革的做法。好，那么在大法在中审法院里面在设大法庭哦。坦白说。 以一个诉讼律师来讲，我们其实会担心的，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又要再衍生一个类似上诉的机制啊、哦？会不会造成自私一焚呢、哦？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事情。好，那么呃，我想大概简单的针对上面的地方说说明。好，那最后针对连任跟在任的争议哦，其实我不会言的说啊、哦，呃，本身当初大国民大会在最后一次修宪的时候啊、哦。 做出这个对于大法官的选任制度做出一个重大的变革，我觉得当初本来就是有问题的。我们大法官的选任呢，本来呃任期本来是九年得连任一次，那他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培养德高大望重的大法官，然后呢希望大法官他的任期跟这个总统的任期应该要错开。那现在我们大法官的提名方式呢，导致每四年总统就可以提名将近半数甚至过半数的大法官。 其实呢，对于新任的总统来讲呢，如果他已经新任总统本身已经享有行政权，如果他又已经获得立法院的多数，那他再可以提名将近半数的大法官，其实他就已经过了过半数的大法官的话，他就拥有统一释解释的门过了统一解释的门槛。他如果可以提名不到半数的大法官，他也掌控了视线违宪的门槛，也就是三分之一。所以换言之呢，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呢，其实已经可以导致呢。 我们的执政党，当他掌控立法院多数的时候，是完全不受司法权制衡的状况。好，那我我想这样的一个制度呢，未来要如何去改善，才是大家应该要深思的。好，我想今天这个东西真的不是党派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以后不管选出哪一个人当总统，当他如果掌握立法院的多数，他又可以提名超过三分之一，3, 马上可以提名超过三分之一的大法官的时候，我们如何去维持宪法里面行政、立法跟司法？ 这个三个权利相互制衡的机制，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深深思的啦。好，以上是个人的浅见，仅供大家参考。谢谢。谢谢岳律师的花言。接着我们请陈教授殷泉来花言。啊、呃，院长啊、呃，各位啊、呃、委员，还有各位先进。 啊，很高兴今天啊、呃、来就这个呃司法院院长跟副院长提名的问题参加这个公听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仅就这个啊、呃、许仲力教授在任大法官的这个合宪性哈、哦、表示我一点意见。那我有提供书面，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做参考。呃，我想这个问题，我基本上我的立场是认为呃，就目前宪法来看的话。 许宗力教授，呃，要再任大法官是没有所谓的这个违宪性的问题哈。那呃，我以下就几点来跟呃大家说明哈。第一个，呃，很多人认为说这个许教授再任大法官违宪，是因为我们宪法增修条文那个修宪的时候所谓的立案原则。那么他引用了这个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的规定，说这个。 德国的规定是禁止哈，禁止在任哈，也禁止连任。那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嗯、呃，我们也应该禁止呃大法官回国哈啊、呃。不过我我也仔细去翻了一下哈，其实大家仔细去看一下那个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案法的规定，他他们原本的这个宪法法院法官的任期是八年。 那么也有很多这个连任或者是在任的。那最有名的争议当然就是他们承认宪法法院法官，呃，这这个猜的了。后来他去当联邦行政法院院长，然后后来又回国来当宪法法院法官。那这个也引起宪法争议。当然，因为他是适用旧法，所以后来他这个呃在任也没有问题。那但是德国在修改的时候，他当然是很清楚哈，呃，他希望说。 呃，这个宪法法案的法官任期要长一点哈，十、哦、二年。那因为他是十二年，那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他们有资格担任宪法法法官的哈、哦，大概都已经五十岁了。所以五十岁再当十二年，差不多可以退休了。所以也不需要有所谓再任的问题。这这他们当时的考虑。那后来世界各国。 比较，因为每个国家的对这种大法官到底是说终身制比较好，还是呃任期短还是任期中比较好？这个有很多比较。不过经过多年的时间，大家觉得德国这个制度是很好的。那我们的大法官其实对这个我们的大法官的任期制度，哈，呃，也有很多讨论了。其实在这个呃，中华民国宪法制定的时候，哈，大家就很清楚了，哈，那时候呃。 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张俊迈的那个宪法史讲，他劈头就讲哈，我们就是要学美国最高法院哈终身制才能够这个保障它的独立性。那后来教科书也都这样写，可是呢，可是呢，我们的这个当然威权统治时期当然不希望你独立嘛哈，所以我们后来就规定了这个所谓大法官任期九年，可是任期九年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哦。我们去翻立法院公报。 这个陈故员立委他就有讲，他说为什么任期九年？因为立法委员任期三年，然后任满三届之后，就是呃富有政治经验，可以担任大法官，所以就是九年。好，这这个是立法公报明文就这样写的哈、哦，这这九年是这样来的哈，九、哦、年是这样来的。那至于后来，当然很多大法官觉得说这个上面有一个紧箍咒哈。哦 这个，所以他们一直希望说要加强大法官的独立性。所以大家可以看，呃，其实前大法官杨宇林哈，他在九七年修宪以前，他就在这个宪政时代发表一篇文章，他对于，呃，其实大法官一直有在研究这个问题他们对德国的制度其实是非常的熟悉，他们不至于到说，呃，连任跟再任搞不清楚。 没没有到这种程度了哈，他们很清楚，就是说德国就是有区分连任跟再任，所以他也希望说我们能够修宪，让、呃、啊大法官任期是十二年，然后就不要连任也不要再任。可是后来我们的这个修宪的这个呃国代呢，他们就不希望这个呃呃大法官啊、呃、任期太长哈，所以他们就给他八年，那一。 但只有禁止连任，他并没有说禁止再任所以他们当时是很清楚的啦。当当时是很清楚。好，那如如果现在要再去解释说连任包含呃禁止连任，所以当然包含禁止再任，我想这个从文献上是站不住脚的。那文义上其实也很清楚嘛，就是呃连任就是连续担任呐、啊，那再任就是呃当然包括连续担任、呃，也包括一段时间之后再任，所以。 禁止连任，武力上就不可能说，呃，想当然了，包括禁止再任哈。那所谓宪法主观修宪者主观的意思，我想这个其实是最难的一个问题啊哈。都，那可是当时当时的提案人这个彭景文教授也说，他们没有要禁止再任啊。那其他人如果说修宪者的主观意识是这样，我想连彭景文教授都没办法说是修宪者主观意识，其他人可能也有点困难哈。那至于这个所谓的目的解释哈，我。 我认为这个目的解释也没办法想当然了了，因为我们现在的任期就是八年，那如果说禁止他再任，是不是会比较能够保障他的这个独立性呢？我我想是有困难的哈。其实很多人也担心啦、啊，因为他任期太短啦、啊。那如果说真的会因为说他想去巴结，就是说能不能再任的人哈，那因为他任期很短。 所以他还没下台之前，他就会去想办法巴结了。他不管在不在任呢、啊，他有很多种形式。当然，这个都是揣测啦，我们也没办法去印证哈，没办法去印证。我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只是单纯用一个抽象的所谓的怀疑去去揣测哈，那这个要在解释这个宪法上，呃，其实是有一点困难的哈。那至于所谓的宪法有没有漏洞哈，我我觉得宪法没有漏洞了哈。呃，我有。 引述这个呃很有名的这个宪法学者这个 Hans Kelsen 他的观点哦，他认为其实法律没有漏洞，所有漏洞的人都是预设了一个结果，说因为有一个漏洞，所以应该要类推适用填补这个漏洞啊。其实他是想得到那个结果，所以他不是解释宪法，其实他是在制定宪法或修订宪法，因为他把要把他自己的意思用宪法解释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就说有漏洞。 那其实宪法的，因为宪法很抽象哦，那很多问题并没有办法说只有所谓的一个唯一正确的解释啦。那我我觉得这个在任啊，许宗力大法官在任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哈。那有些人都担心说，那是不是以后每次都会遇到在任的问题？我想那个可能过滤了哈。第一个，大家看看这次提名的大法官，最年轻的人是黄昭远教授。 他五十三岁，任满六十一岁，再隔四年六十五岁，他有没有再任大法官的机会？啊、呃 <laughs>，我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我不能说没有，但是这是最年轻的大法官了哈，这是最年轻的,的大法官。那以后以后的人有没有机会呢？嗯、呃，不好意思，我想这个很多教授都非常的这个。 优秀，可是呢，其实现在根据科技部的统计，哈，呃，教授已经高龄化，因为现在要升任教授是非常困难的，好，非常困难。像黄国昌立委那么优秀，哈，他也四十几岁才升教授。那现在，呃，大院又把这个担任这个大法官的资格，哈，啊，要升任专任教授十二年以上，十二年以上。 那大家想想看啊，根据科技部在二零一四年的资料显示了哈，教授的平均年龄四十五到四十九了，啊啊四十五加十二就五十七了，啊五十七再加八就六十五了，而且这是无缝接轨哦，啊这是无缝接轨，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说，其实在任的问题哈，因为我们这个事实上的宪法变迁，以以后几乎也不可能了哈，以后几乎也不可能，所以所以大家。 呃，还是认真来看。那就至于说所谓的这个，呃，申请四限哈，刚刚张文正教授有提到，我我觉得，呃，大院没有必要自我矮化了哈、哦，就自己先先处理一下。而且，其实大法官很怕大院，因为大法官心中永远痛，就是他们在四至七十六号的时候傻傻的。好、哦，那那个人家总统丢给他一个问题，说，请问哈、哦，呃，这个。 呃，我国的国会是指哪一些机关？他就说，哦，大院监察院跟国民大会相当于民主国家的国会。从此以后，大法官就一蹶不振了啦，哈，头上就被戴了一个紧箍咒，哈。所以这个他以后他就要做成解释，就要四分之三再四分之三。所以那时候的大法官每年都只有做两号解释，顶多三号、五号已经很了不起了。 那其实这也跟我们现在大法官职权不彰有很大的关联，所以我想，呃，大法官应该是没有没有没有不不,不会受理的哈、哦。那一就算受理的话，恐怕也是一个灾难。不要再去，如果为了大真的为了大法官好，就要确保他的独立性，不要把这个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哈、哦、推给大法官。那我最后补充一下，其实啊、呃、比较法上哈、哦、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研究，他们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了哈、哦，就是说。 呃，可能相对上最好的就是说，这个大法官的任期，就是说他最好任期长一点。好，那不不不要连任，或者再任一次，好，或者再任一次，这是比较法，呃，最多数的看法。当然，很多国家情况不一样，没办法说一定就是可以适用这个通则。那我我想，我们现在的制度不算完美，那勉强也可以操作。 那如果真的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只有修宪。那如果要修宪，其实我觉得德国模式原封不动搬过来就是最好的，就是十二年。好，那不要让他再任。谢谢。好，谢谢陈教授啊的发言。那么所提的书面资料，我们啊会把它列入记录。啊，下一位，我们请张理事长进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学者专家，啊，大家早。呃，大院的给我的介绍里面呢、啊，有一点错误啊。我个人并没有这个读过研究所，所以我只有正大法律学士，啊，这一点可能要更正。而这一点跟我待会会提到的有关。 就是法官的这个养成的问题啊，我就从这个先出发点。第一个我要谈的啊，就是呃，我希望未来在立法院在审查几位大法官的时候，希望能够就这一点法官的养成以及淘汰，也就是啊法官的进场跟退场机制啊。 能够呃，让这些大法官表示他们的意见啊看看，呃像我个人啊是大学毕业当年就考上了法官检察官啊就是司法官考试啊所以我就当完兵以后就直接进入司法官训练所所以我没有去读研究所那没有读研究所也没有出国读书的最大的原因是我家实在太穷啊。 根本没有能力啊，出国读书也没有能，甚至没有能力啊，在台湾读研究所，所以必须要尽快的就业。可是其实这一点不是一个啊很好的制度。依照啊这个许宗力这个教授的他自己的自传里面啊提到啊，他说这个有点啊，他提到啊，他自己也是大学毕业就考上，他说。 二十一大学毕业生就要当法官，断定别人的是非曲直，有点荒唐啊！他自也认为有点荒唐。那么他今天如果当了司法院院长以后，就他认为荒唐的事情该怎么解决啊？该怎么解决？法官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啊？来这个任职就任啊？怎么样养成能够？ 呃，有一个好的法官，能够在我们不只是好，所有的好的法官能够在我们的司法制度里面，能够彰显啊、呃、公平正义的价值，啊、呃，以及对于事实认定的啊、呃，或者是啊、呃、法律适用上的正确，啊、呃，那孔龙法官是我们大家所诟病的，这孔龙法官跟法官的养成。 跟法官怎么样挑选担任法官是非常有关系的，这个进场怎么进场来的？啊，这个部分呢，我希望啊，这个所有的大法官们啊，也希望立法委员针对这个部分去啊，在审查的时候去啊，请大法官们对这个表示意见。啊，这、就是我对啊这个第一点的说明。第二点呢，还是这个。 徐宗力教授所提到的，啊，他在自传这种题，后来他也在报章上表示说，啊，针对人民参与审判，啊，他的说法是，目前关审制势已陷入困境，这一点我同意啊，啊，包括呃这个大概所有、呃、会赞成关审制，几乎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啊，陪审也可能与我国所属欧陆法系的法律体系出现。 汉格短期内较无可能引进，较可行的因此似乎是参审制。对这个我非常有意见。当然，因为我是台湾陪审团协会的理事长啊，我们在台湾啊这个推陪审制推了至少有五六年之久啊。那呃，针对于许宗利的这个话，我要我有几个疑问啊，疑议啊，希望他将来能够说明啊。 呃，只因为我国是属于欧陆法系，啊、呃，那陪审就不适合吗？啊，就不适合吗？啊，那我不曾看过许宗力教授针对于人民参与审判的参审或陪审啊，过去有任何书面的报告或研究，啊，所以呃，我认为他对这个问题事实上没有深入去了解过。 啊，甚至可能从来没有去啊去研究过这个问题，啊，大家要了解，呃，二零零三年就是九二年以后，台湾的刑事诉讼法做了一个大的变动，啊，采取的叫做改良式的当事人进行主义，这个改良式的当事人进行主义引进了美国的包括交互诘问制度、证据法则等等，其实。 整个台湾的刑事诉讼目前是往美式的方向在走，是在英美法系的方式在走，而不是走的大陆法系。而我个人呢，啊、呃，研究啊、呃、这个刑事诉讼法或者相关的诉讼法跟实体法，啊，呃，也有三十六年了哈，就是我我从如果从我大学六民国六十三年进入政治大学法律系到现在，快要四十年的时间。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说，台湾应该的走向是实体法继续维持大陆法系的传统，英美法应该要呃这个程序法呢啊、呃、诉讼法呢应该要走向英美法系，因为英美法系很强调的就是程序上的啊、呃、公正啊、呃、正义程序上的公平，也就是形式上的公平。大陆法系比较强调的是。 事实真相的发现，问题是，如果没有程序上的公平，没有一个公平法院的存在，事实真相如何发现？发现的真的是事实所所谓的发现的事实真的是真相吗？啊，台湾的呃，这个有这么多的冤狱产生，有这么多的错判的判决，有这么多的恐龙判决，啊，大家会认为说，这是我们啊，欧陆法系的。 结果吗？实践欧陆法系，呃，诉讼法的结果是，啊、呃，要要去当然承受的嘛。所以我个人啊，是反对许宗力教授这样子一个说法。另外他说，短期内无法、无可能引进陪审。那请问，短期是多久？十年、八年？意思是不是说陪审制将来还是可以在台湾实施，但是短期内不能实施？那你的短期到底是多久？ 你司法院，你当一个院长，有什么样的盘算說？说未来台湾的人民参与审判应该怎么去走？啊，是先从参审制开始，再进阶到陪审制吗？可是这样的一个进阶的说法，全世界的法制并没有这样子的例子。啊，英美法系就是走的陪审制，大陆法系主要走的是参。 参审制，并没有说啊，我们先走参审啊，等参审成熟了再走陪审，好像没有这样一个法治史的这种案例，这国家出现，所以这样子一个说法是错误的啊，我个人认为是错误的啊。不过许忠利教授至少提到了说，参审制是不违宪的。其实所有人民参与审判都不会违宪。我们过去啊，人民参与审判制度台湾，所以没办法实施，主要有几个关键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啊，大家在争执到底危不危险？第二个就是争执的是，啊，诶、欸，人民参与审判可能花费过巨，但是你不管哪一个审判，花费都比现在的这个职业法官审判可能来得高一些，这是事實，这是事实，这也不分官审、参审还是陪审，花费一定会比现在多，这是事实。 啊，不会因为陪审就花费特别多，参审就花费比较少，没这回事。啊，将来的实践大家就会了解。如果真的台湾采用参审制，我相信它的花费远比陪审制还要高。啊，这是我第二点的。呃、啊，第三个问题就是最高法院的审判化怎么建立？啊，希望所有的大法官提名人要就这个问题回答。在一九九九一九九九年的。 我们上一次的司法改革会议是采取了啊这个最高法院的审判化，可是到现在为止几乎完全没有动，原地踏步。啊，台湾大概是全世界最高法院法官最多的国家。我所说我所说的最高法院人数，包括了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啊公务员这个惩戒委员会到大法官有一百多人，台湾只有两千三百万人口。 美国跟日本大概有三亿，有三亿的人口，而美国只有九位大法官，日本只有十五位大法官，台湾却有一百多位相当于大法官的法官。我们要这么多的法官，可是台湾的司法真的真的好吗？这是我提的另外一个疑问，啊，如何走向最高法院的审判化？我想这是我们未来啊，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谢谢。好。 啊，谢谢张理事长的发言。那么，按照上午排定的时程表，已经有九位学者专家啊发言。那我们现在休息十五分钟啊，再请各位学者专家发表高见。啊，现在休息。 讲完了，讲完了，就我我我觉得在。 佳云，主席台这边都送完了。好、哦，尽快好。 给你两本书，一本是文龙兄写的，我特别带来。好，谢谢谢谢啊，这本是我们前年去美国十七天，啊，十七天见面有二十三个作者，其中十一个是非华裔的。谢谢谢谢来。 我既然投这样的，第一份单，你就可以讲了。我讲一点了，也快多了。啊啊，我要讲我。